地藏菩萨本愿经，我们再念一段经文。复次普广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对菩萨向前作诸偈业，即以歌咏、赞叹、香华供养，乃至歉意一人多人如是等辈，现在世中及未来世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未复，不令恶事，这闻其耳，何况亲受诸恒。我们经文念到这里，这一段的意思是释迦牟尼佛对普广菩萨讲，如果有男子、女人在菩萨像面前呢，做啊供养，这个偈业也是一种供养，歌咏也是一种供养，赞叹也是供养，香华也是供养。他不但是自己这样子做，同时他还欠很多人，一个人或者很多人做。啊，像这个师尊现在啊，跟大家讲，怎么要供养地藏菩萨，要瞻礼，要顶礼，要意念，这个就是欠大家做。你欠一个人或者很多的人做，那么这样子的人呢，在现在世中，在目前的娑婆世界，及以未来世，及以后你转世到哪里去，常得百千鬼神日夜未复。啊，你都有这个百千鬼神守护你，不令恶事啊，遮闻其耳，不好的事情啊，你不会听到。不只是这样子，那个所有的横祸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。横祸啊，就是意外了，很多意外啊都不会在你身上发生，好像别人很容易发生意外啦。啊，坐飞机啦，坐轮船啦，开车啦，走路啦，甚至走路都有意外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的这个电线杆上，像马路如虎口啊，你一不小心被车子撞。我们开车的人要记得，只要看到有一个球啊，篮球啊，或者皮球啊，啊，什么球啊，这个棒球啊，从那房子里面蹦蹦蹦蹦蹦跳出来了，你车子要赶快刹车，因为球的后面跟着就是小孩子跑出来，他要追着球的。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讲，他说你注意啊，有球滚出来啊，你就是要赶快刹车，因为球的后面已经跟着小孩子的，他在玩球嘛，球跑到马路中心来。所以一定我们开车的啊，无论如何要注意这个紧急应变。那么诸横呢，也就是种种的意外，种种的这个横祸都不会在你身上啊发生。好像我记得在香港，他们讲说以前的香港，不是现在的香港，现在香港比较规矩一点，以前的香港听说那个因为高楼大厦嘛，住在最上层的，他这个有的地方不方便嘛，他晚上的时候窗子一打开就小便了，那个横祸啊，横祸啊，这个水哇，甘露水下来啊，那啊，他们几个香港的都在笑，听还有连汉上司跟我讲，小便不算什么啊，冰箱啊，冰箱都给你丢下来啊。
那个不用的东西呀、啊，电不用的坏的报废的这个电视机呀、啊，他不管的，他从空中就给你扔下来啊，这个真的是横祸。你刚好在底下走，你就惨了。所以人应该要有功德心呐、啊，我们拜佛的人呐、啊，信佛了、学佛的人呐、啊，要有这个功德心，已经呐、啊、在布施、在慈悲众生，你还做这种缺德的事情，所以不可以有。这里面呢、啊，重点在这个寂业，什么是寂呢？就是表演，就是表演的人就叫做寂。业就是产生的一种欢喜，拿这种东西去供养活菩萨。你有什么本领，你就用你的本领去供养活菩萨。所以我认为啊，像师尊啊，在这个法会的时候啊，跳这个草裙舞，我不认为什么，我认为这是供养，这个就是寂业。你表演出一种欢喜，作为供养活菩萨，你说哎，堂堂啊，这个真佛宗的这个创办人啊，怎么可以跳草裙舞呢？那草裙舞这样子摇摇摇摇，好像这个形象啊有失庄严，破坏形象。但是不要紧，师尊告诉大家，以前我小学老师跟我讲，你在这个跳跃快乐的时候啊，你尽量去跳跃快乐。你应该啊，这个专一读书的时候啊，你就要认真读书。意思是说啊，你在欢喜的场合，你就跟着大家欢喜；你在安静的场合，你就要庄严。所以我觉得师尊跳草裙舞没什么。因为大家一起欢喜的时候，你就令所有的活菩萨众生通通欢喜。应该庄严的场合，你就要庄严。这个是很多大和尚啊、大师啊，他们办不到的。你叫他跳草裙舞啊，打死他也不肯。叫他跳草裙舞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啊！下次啊，我跳草裙舞，记得我一定要脱光的啊，不是穿衣服的，我一定脱光。那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皮肉嘛，几根骨头。人啊，本身就是要这样子开放的，要开放的。这个是给活菩萨欢喜。你知道大日如来旁边的密教大日如来旁边的四个大菩萨吗？他是金刚歌、金刚舞、金刚嬉戏、金刚华满。金刚歌啊是供养，唱歌来供养；金刚舞啊是跳舞来供养。金刚华曼是装扮的很美来供养，金刚嬉戏是表演歌仔戏，寡喜给大日如来看。所谓嬉戏就是表演动作给大日如来看的，这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四大菩萨都这样子了，大如来旁边的四大菩萨、四大供养菩萨。所以你今天供养地藏菩萨，像这个莲万法师、心美法师啊，
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能力唱歌了，虽然他们唱的歌是五音不全，而且还是变调走调，但是他们都尽了力了，在地藏菩萨的眼中啊，真的是歌王跟歌后啊，真的是歌王歌后啊，别人唱的地藏菩萨不欢喜，就是莲万法师跟心眠法师唱的地藏菩萨他都会站起来跳舞，他一定是乐得要死。那地藏菩萨最喜欢，大概我想这是我想的，他一定最喜欢这个莲万法师跟心眠法师，最喜欢，因为他们这个歌好。你知道啊，这个泰国那个四面神就是大梵天王，一般人称为四面佛，大梵天，每一个喜宴的都要在他面前跳舞的，跳舞喜宴跳舞啊，流传下来就是说在这个大梵天王面前跳舞给大梵天王看，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，就是祭业。我以前好像讲过一个故事啊，那个很多人去供养这个圣母玛利亚，天主教徒供养，有一个人他什么都不会，他就是会玩一个球啊，他就在圣母玛利亚面前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办法供养你，那么我就会丢这个球啊，丢过来丢过去啊，从这边转过来转过去，然后他倒立用两只脚弹那个球，咚咚咚咚啊，在圣母玛利亚面前跳给他看，这玩球给圣母玛利亚看，圣母玛利亚看了、啊、都很感动的，他是 马上从这个啊，他供他的这个台上啊，这个走下来去摸这个弟子的头，他说你的供养最好。所以你有什么样子的表演，你拿出来供养给活菩萨，活菩萨都会心生欢喜，因为这个是你本身的能力所供养的。所以供养活菩萨并不是什么样，把你自己的能力供养给活菩萨就对了，不要勉强。所以我以前也是在英文课本里面来读到一小则故事，也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有一只鱼是在水里面游的，当然是在水里面游的简直是绘画那么这个沙滩上啊，有人在烤火，在烤火，那天很冷，那个鱼啊也觉得这个水里面很冷，很冰，很冷。那么英文的小故事是描写这只鱼啊，它露出水面然后跳上沙滩啊，它觉得那里比较温暖，烤火，烤火比较温暖，鱼啊它也想烤火，烤一烤，这样比较温暖。我觉得鱼能够跳上沙滩的有一种鱼叫做高蛤蟆，我们在以前高雄西子湾的时候啊，黄波堤有一种鱼啊，它从水里面蹦跳起来，小小的，好像河流啦、啊、又像河流那一种，那跳起来它在盐山那里不用在水里面，那么一段时间又蹦，它又跳到水里，有这样子的鱼。那么这种鱼呢，它就是在那个沙滩旁边呢，在那边烤火啊，手伸出来，哇，好温暖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滑水滑水伸出来烤火啊，在那边烤啊烤，哦，很温暖，诶，它就习惯了，习惯烤火。听说这一只鱼啊，因为对烤火很有乐趣，所以经常跳出来，他忘掉自己的呼吸，就在那边烤火。经过很长的时间呢、啊，有一天呢，嘣，他跳到水里面了，
居然被水淹死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我讲这个啊英语的这个小故事、啊、是这个意思的，是说你有什么本领你就表演什么，你不要勉强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真的你懂得什么你就表演什么，这是最好最善跟最美。你不能在大气之中呼吸，你就表演游泳。你能够在空中飞翔，你就表演飞翔。你能够歌，你就表演歌。你能够舞，就表演舞。你只要尽了力啊，都是美的，都是最好的供养。所以今天很多人啊，问师尊说，哎，你供养活菩萨要供养什么？我说你只要尽了力的，你的才能拿出来供养，就是最好的供养。然后我跟大家讲着解释，就是不一定要供养香花灯茶果，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去买供品。你能够唱歌呢，这个就是歌咏啊，佛陀讲歌咏。你能够作诗去赞扬地藏菩萨，填词去赞扬地藏菩萨，你能够作曲去赞扬地藏菩萨，就是歌咏嘛，赞叹啊，填词啊，写诗啊，作曲都是一种赞叹，赞叹地藏菩萨。香华就是香跟花去供养啊，我是经常劝这个劝人呢、啊，要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。那么劝大家呢，要供养地藏菩萨，因为地藏供养地藏菩萨，佛陀讲呢，这个好处很多的，在现在世、未来世。多能够得到百千鬼神日夜慰护的，这个就是守护灵，就是护法神，出生就有的守护灵。你一出生啊，因为你前世有根基，你供养地藏菩萨，一出生在你的床的周围啊，就很多的守护灵守护你。以前啊，这个放光照片啊，师尊的放光照片里面啊，那拍那个小孩子，有很多人去拍小孩子，拍到诶有光，是什么光啊？结果师尊一看啊，是守护灵光，就是你本身有功德，诸天给你慰护，给你守护。像佛陀出生的时候啊，九龙吐水沐浴，就是龙天护法来守护他，还有诸天来赞叹，整个天都满满的，33天28天诸天众都在虚空之中守护释迦牟尼佛。他一出生就是这样子，九龙吐水来沐浴，这个就是守护啊，就是守护神在虚空中守护，百千鬼神日夜慰护。你假如这个供养这个地藏菩萨，欠多人也一样要供养地藏菩萨，一样是这样子的，一样是这样子的，很多守护。那我们平时啊，在做供养，照样有，照样守护。每一个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有守护神，都有护法，都有空行母、空行永父、空行永母守护的。在密教啊，你皈依的时候啊，你受灌顶，当这个水啊给你沐浴啊，给你洒水做清净的时候，给你做灌顶的时候，表示洗掉你身体的业障。
那你又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又皈依金刚上师，这个时候啊，诸天都知道的，马上就有善神来守护你，有善神来守护你，这个日夜啊，都有善神来守护你。所谓守护啊，在密教里面是很多的。好，我们修这个守护，修护轮，就是在供养所有的这个守护神，守护神。因为守护神啊，他守护一个修行人，好好这个啊，很安稳的走修行的路子啊，不要被这个邪魔所侵所害，所以必须要有守护的，密教里面最多的了。那你假如是在密教里面皈依啊，马上就有很多的善神来守护你。另外我常常跟大家讲，这个感应啊有区别。平时啊我做供养，我是有感应的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守护灵差不多有100个，只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有100个。好，我做一坛法，做一坛附魔，附魔做一坛附魔，做完附魔呢，完了，那中午那一餐呢，我祈请呢、啊、供养啊，也就是请这个护法啊供养护法，我的感应呢马上变成500个，马上变成500个，平时啊100个，你做完一坛护魔，你再做供养，就变成500个。所以这个我们每一次修行啊，你只要很耐心的啊做一坛法，你的这个守护的这个守护灵啊，百千鬼神就来给你守护。所以这个你假如是说像我们来讲起来，你心里面假如放逸的话，这个守护灵也会离开的，他有时候会来，有时候会离开，也有啊，值日、值夜、值心啊，这个值夜、值年的守护神，还有各地方啊，东南西北、中央、上方、下方的守护神，通通不一样的。所以大家知道啊，这个守护神很重要，这个。将来呢啊，我们讲恭敬地藏菩萨，欠人恭敬地藏菩萨，做种种的供养，你以后呢每一世当中都有百千鬼神日夜慰护，日夜慰护你，这个不令二世啊遮闻其耳啊，不好的事情不会发生。这个听到的意思就是讲不会发生了、啊。啊，你看不到不好的事，也听不到不好的事，是这样子的。何况亲受诸痕，刚才已经讲了，不会有什么横祸，不会有什么横祸。啊，像刚才讲的这个供养。这个祭业，我记得啊，我们去那个 Black Island 哈，在黑岛的当中，在船上，这个师尊也这个也癫痫，就是跳这个印第安舞。我在那个 Black Island 所看的印第安人他们跳的舞，都是单一的动作，单一就是。左右左右左右这种单一的舞，那么在这个 Vancouver BC 所看到的这个印第安的这个舞是左两下右两下，左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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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
是左两下，右两下，不同啊，不一样。这印第安也很多组，据说有山上的印第安人，也有海边的印第安人，他们种族也分出啊，分很多种族，他们舞蹈也通通不一样的。那么我发觉呢，我只要自己心存一念啊，心存一念，我将自己的舞蹈供养活菩萨，那么我就可以跳。啊，记得在那个 boat 上面的时候啊，师尊也跳这个印第安舞，但是我心存观想，这个舞啊是要供养给活菩萨的。那个时候师尊就啊跳了，你们看师尊平时啊戴冠啊穿法衣很庄严说法，真正跳起舞来也是很疯狂。啊，跳起舞来疯狂，但是不要以为师尊这样子跳舞的话，就是啊，就是跟世俗人一样，不要这样子以为，因为任何一种舞都是一种供养，在佛经里面比比皆是的，所以我不认为啊，法师就不可以跳舞。但是我跟你讲啊，你是供养活菩萨跳舞，你是让大家欢喜跳舞，而不是你做色情的那一种黑灯舞啊！不要搞错了。你到舞厅去啊，啊，这个到舞厅去，为了享乐而跳舞，或者是你是心理上有一种意乐啊，你自己本身的意乐那一种舞。那是不对的，所以你供养的舞是可以的，你自己享乐去逸乐去做不正当的快乐那一种舞是不可以的啊！这一点大家只要有分别，你就知道什么舞可以什么舞不可以。好，今天谈到这里，Om Mani。